二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一二三，小姐只搞大事情，小姐只搞小事情，哈哈。为什么刚刚他们会这么的放松？因为我们刚刚在，他们就是在看刚刚播的预告，你们也有看到预告，然后就纷纷在讨论，然后就忘记要做了。欢迎两位今天的大来宾，就是我们的思豪还有张勇，耶！刚刚大家看了预告，有没有都觉得很想看，对不对？就是这一部，噔噔。艾蜜莉的五件事现在正是在热拍中嘛，对不对？对，是，而且即将要在11月24号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那我们请两位来稍微来讲一下，刚刚其实看了预告呢，哎，好想知道到底是在讲什么呢？顾名思义，艾蜜莉的五件事旁边有个瓶子，有没有？是的，就是这个瓶子，不是酒哦，不是不是，是那个瓶中性，对不对？对对对，那艾蜜莉就是在喝醉酒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在海里面捡到一个瓶中性，是，对。他蛮爱喝酒的，反正他就是艾蜜莉，对，对，所以他一直在喝酒，是不是？他其实常常喝醉这样子，然后他的人生跌到了谷底，所以他一直觉得没有任何好事发生，直到他捡到那个瓶子里面有一封信，那封信上面写了五件事情，然后因为他艾蜜莉是一个就是他很怕鬼，然后又很相信玄学的人，你知道人低潮久了就是会请教大师，真的，对，很爱算命，在以往的时候，没错，人在那个时候一直算命，对，然后就在拿到那个瓶子的当下，然后突然看到一阵闪电，他就觉得哦，闪电，对，就是好像冥冥中好像必须告诉他要完成瓶中信这五件事情，所以他人生就这样开始，那五件事又很抽象，他也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做起，所以就他的这五件事就串起他的感情世界，他的家人。工作啊，对，这样哇，全部都混在一起，让他去猜到底哪一个是那五件事。是，而且刚刚其中有一段就是艾蜜莉在那边骂大家那一段，是他才开始耍暴躁的时候吗？对，这其实可以偷偷讲，因为好好好想知道哦。那个是艾蜜莉她最原始、最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对，但她出了社会之后，因为很多关系，你知道人会开始变得压抑，没错，学习没有再那么像自己，所以其实那一部分是她。想象中他想要这么做的自己，哦，那一段其实是有点想象就对了。然后这五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自己，做自己。对，一开始第一集、第二集就会在讲这件事。然后他就会就是一步而来，对不对？对，但就是这五步会跳来跳去，因为搞不出，以为是要跟谁复合，其实不是。哦。以为要跟谁挥别，但其实不是跟这个东西挥别。他有点悬疑了，有点悬疑，然后当中好像听说又是有点搞笑的感觉，对不对？其实我们这整部是一个快节奏的戏剧，但我们当然也不是说整部戏就是以荒唐然后的闹剧方式。不是哦，不是哦。其实因为女主角艾米丽她其实是在人生谷底的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是捡到了。就正常来说，你人生在谷底的时候，你在最悲伤、最不快乐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很悲伤的。对啊。然后那个颜色应该都是灰色、黑色。是。但是我们这部戏其实是用快节奏，然后很欢乐、很。搞笑很生活的方式去呈现，真的非常的期待，因为他们刚刚就有在私聊说啊，就是很多段他们都自己很喜欢的几场戏，对，有好笑的，有感动的，然后呢，这个慢慢的当中就是等11月24号大家去认识这部戏喽，艾蜜莉的五件事，很期待耶！11月24号刚好选举，就你们看完开票可不可以？早上要去投票，对对对，一看完拜托你们就转到台视，你又在看什么政论节目？台视拜托。对啊，都选完了，投完了，不用在那边哈。对啊，你就投完了，就把心放下来。是。好。对，好，假设你真的24号啊被妈妈凹了没看到，那没关系，25号呢在东森也会重播。对，非常的期待这部新戏跟大家见面啦。好，那今天两人来到这边呢，其实呢还要来聊一下哦。首先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也是会送一下这个熊熊，就是都是亲手画。哎，为什么他马上改动作了？就是你知道吗？因为紫红的创意，现在是在跳舞还是？他们现在其实在握手，就是在握手，是不是？和平合约，他们刚才打架在打架吗？啊，他们在打架吗？这个是中雅画的，好暴力啊！你要介绍一下你的风格吗？我的风格，这我画的吗？哎，不是吗？哦，你签了个名是不是？好好好，然后这个是紫红的。哦，没有，我还没签，这也是中友。哦，也是吗？好，等一下都会签上去。那五只我都签在不一样的地方。哦，而且哎，不是一样，对对对，这个是脚，然后那边是肚子。对。好，想不想拿到呢？要拿到没有那么容易，你要到我们的这个小姐搞事情官方的 IG Instagram， 现在呢有一张首页的照片，就是刚刚两位拍的照片，下面开始留言咯。但是要留什么呢？请我们两位出题，通关密语来啦 ！OK， 要让大家拿这个熊熊，要怎么拿呢？就是留言，对 ，#
对，要 hashtag、我现在可以讲我会找你的。好 ，hashtag 千年老爱。不是说你讲我讲你吗？什么什么？等一下，什么？那你讲，先讲一点。我讲千年老爱。我跟你讲，现在那些正在打字的网友就想说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千年老爱？你是把千年老妖的妖改成艾米丽的爱？艾米丽的爱。哦，艾米丽的爱。哦，陈年豆腐乳。因为它在里面叫豆腐乳。陈年臭豆腐。那是陈年豆腐乳，我记得，他写豆腐乳。哎、欸，不简单的，今天的通关密语要真的有收看的朋友，好，所以就是千年老爱跟陈年。打逗号那个 hashtag 不到吧、就是？对，因为你 hashtag 是不能有标点符号的哦，嗯、不好意思。艾米丽的爱哦，是艾米丽的爱哦。对，然后我要提醒一下，这个千年老爱跟陈年臭豆腐乳，它会在某一集里面出现。哦，所以它是真的有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很奇妙的是，它剧本上其实没有写，是我们现场自己。即兴演出，但我们没有说出来，会藏在某个场景里面。我们没有那、啊，我没有。好期待哦，好期待哦！是会有一段有看今天这一集的，就想说找到了。对对对，你们哎，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前几集就会看到了，对不对？哇、哦！在缩小范围，它是在那个我们高中时期。哦，开始在回旧以前的那个片段时候有的。对。好哦，所以今天的通关密语大家刚刚有听到咯，因为我现在为什么不念，是因为我怕我会念错，有一点难，但是呢，就是赶快帮我们 hashtag 在 Instagram 上面，等一下在节目的最后呢，就会抽出这两只哦，那个紫红还没写啦，但是等一下会抽出紫红一只，还有中瑶一只的这个限量的熊熊哦，那今天一样会送出三张的拍立得，是在 FB， 不要忘记要 tag 两个朋友，对不对？两个分享，两个朋友 tag 两个朋友，然后还要打艾米丽的五件事吗？好好好，你干嘛不跟我讲话？还有 hashtag 艾米丽的五件事，好，因为我今天穿有点多，一直在流汗。好哦，来来来，就是刚刚有听到了这个角色，听到稍微一些剧情部分，我们还要来问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戏剧的角色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挑战呢？跟以往的演出，因为两个也拍了蛮多戏的嘛，那这一部艾米丽的五件事。这次的角色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挑战？嗯，其实我每一次在挑剧本的时候，我都是挑角色个性非常多的，所以这绝对会跟以往看到的艾米，就是钟瑶演的角色是绝对。现在已经觉得我是艾米丽了。我现在说话还是我本人，所以他还会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是非常非常浮夸夸张的角色，可能大家对我过去是一个姐的形象会很大。对，因为那一部真的让大家也是印象深刻，对。对。对，希望可以，也可以赢得你们心这样子。那紫红呢？哇！我觉得其实这赢得你们的心，反而是因为我过去所演的角色跟我本人基本上是天差地远啊。当然也会从我自己本身萃取出一些东西，萃取是茶吗？萃取提炼出一些东西在角色上面，但是这个角色我觉得大概80%是真的跟我蛮符合的。哦，真的吗？因为你是演他的挚友嘛，就是好朋友嘛，对不对？对。所以也是有点护花使者的角色吗？算是护花使者吗？其实也就是护花使者。哎，如果我生活当中有这么帅的那个，你知道，就是有点像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天哪，就是你知道会觉得很爽。你现在会觉得很爽？会啊，就是会一直拿出去，你在断线，跟朋友介绍。OK 吗 ？OK 吗？直播断线，那个吗？是那个吗？你好奸诈的脸，没有。你真的，这个画面很有故事的感觉。哎，我们现在断线了，没有断吗？就其实没断的，就现在观众想说，哎，断了吗？断了吗？一直在看那个画面。断线。哦。代表这部戏要中。其实我最近，我今天可以分享，我觉得最近真的发生蛮多奇。好好好好，你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有点灵异。灵异事件吗？想听想听。是因为你有这个极度相信灵异的角色，还是有时候因为太累了？也是。不是吗？因为有时候太累，不就很容易有幻觉吗？就总觉得会出现一些蛮奇怪的事情。哎，这部会中，因为只要发生这种状况，有一些那种，对啊，就是有些灵异状况会是断掉。之前不会。哇，那直接又连上了，想要挖洞给我跳，有了有断线过一个，但我忘记那什么。现在是现在有吗？现在有吗？有。回来。
好了好了，我们的粉丝们 ，We're back，Hi，We are back。在刚刚断线的同时呢，我们的钟瑶小姐呢说她最近对遇到了一些灵异事件，来听听看好不好？对，怎么了？艾米丽本身就是一个很信邪的人。对啊，你不是说很爱就是算命什么的？就很奇怪，因为像我昨天拍戏拍到很晚，嗯，其实这部戏蛮常拍到蛮近凌晨时间。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家狗狗拉了大便在地上，可是那个一开门那个扫地机器人在动，就直接从他大便过去。我就想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家里没有人，打开我那个 我的扫地机器人，它完全没有任何记录它在动。可是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有点毛，因为一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所以你回家有看它在动？对啊。所以你的意思说他把那大便这个弄满整个房间？对，这个才是重点。就是 OK， 我们懂了，我们懂了。听到凌晨三点，就是那个半死收工回家，地上都是大便。对，他有画出什么符号吗？就还画了一个音符啊，或者什么？因为我最怕遇到的这件事情，居然被我遇到了。而且没有，我觉得最邪门的是我的那个手机里面，它那个没有显示，没有任何的记载它的路径跟它有出发的时间，因为照理来讲都会记录。哦，对对对，都没有啊。哎，那你曾经你会很想知道你狗狗在想什么？子红有养动物吗？有也有养。那你们会有想要去求助那个就是那种动物的那个心理咨询师吗？有你有咨询过？咨询过，因为我朋友最近跟我分享他那个咨询准到我觉得起鸡皮疙瘩。哎，我觉得也蛮准。你也很准吗？对，他就是只要你就是给他三张照片，你的动物的三张照片，然后你们就要约好个时间，然后你就开始问他。因为像我朋友就问他说，因为他最近养的猫呢多了新的两个猫进来了，所以他想问说，哎，那我原本养那只猫会不会吃醋啊？这样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受吃宠了这样？他就回答说，是还好啦，但是你们最近很少喂我吃牛肉干了，我觉得有点不开心。然后那个主人就有点吓到说，哎，真的，因为最近真的忘记买牛肉干给他吃了。这里我到这么准，哎，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可怕，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我那朋友好像30分钟600块，我觉得很划算。呀呀呀，好，因为刚刚有点小断线，我们现在赶快跟粉丝来打招呼，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嗯，好，帮我们划一下。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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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爱心哦。紫红，什么奶茶？有人说 ，Hello， 正常呀。哎，所以刚刚那段是我们在耍白痴吗？其实没有断，是不是？不要再演了，你们三个好笨的样子。哎，但是又有人说刚刚断掉，没有。好啊，看到很多人现在帮我们 tag 了，很棒。Hello。哇，钟瑶好多爱心，好多爱心，很棒哎。真的吗？好多爱哦。好多爱，好多爱啊，好多爱心哦。有啊，有都帮我们 tag 哦。有人说子红，想听什么灵异事件？好。哦，你们不要一直按爱心会那个哦，有这件事是不是？好，那一直按分享好了。你们就帮我们，亲爱的，我们的这个网友们，你们就先帮我们分享，先不要一直按爱心，因为会那个哦，刚刚就有点那个了。好，那还有一题要来问你们，就是呢，现在因为我相信钟瑶演过很多角色，紫红大演过很多角色，来问一个老梗的问题，接下来这部戏之后呢，还会想挑战什么不一样角色呢？网友们也很想要，就是看看你们演不同的角色，会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呢？角色，我们刚在看那个啊，在看奇幻的那一部，是，对，我其实还蛮想拍奇幻片吗？还蛮奇，就是可以穿越越未来啊，或者一直对着绿 key 演戏这样，对对对，绿 key 是怎么演？这很难啊。这个很科幻的这种，你会想要尝试？对，蛮好。哎，你们有看过《猎杀星期一》这部电影吗？有。这部电影好屌，因为我前阵子才看，是朋友介绍的。如果要演这种七个自己的角色，你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吗？哦。而且你知道，其实过程真的都是一直在跟空气演嘞。对，我觉得我应该会想挑战。哇，他们真的都有看过哎。好。记那一个联系啊，那个动作。对，很清楚，而且礼拜一到礼拜七都要有不同的人格这样子。好，那紫红呢会想挑战什么？紫红很多爱心啊，你看。对啊，你们不要再爱心了，同学。我爱分享。
帮忙分享你们的家人朋友们说，那个十一月24号要看要去投票，哎、欸，不是，我是说要看晚上10点在台视，好不好？哎，不要生气。OK， 就是我的话，其实我一直都真的很想要演反派。对啊，我觉得你真的，因为他其实是我的专长，只是没有人。他其实是我的专长，真的。你很想要演坏蛋，对不对？其实我真的很想要演坏蛋，因为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原来你有多坏，原来我可以这么讨厌，虽然本来就很讨厌，还可以更讨厌，现在怎样？现在来一段吗？黑了什么？你要是怎样的？看最坏表情一样，那个也很表象、啊。那现在好，现在你。那个绑票了，来打一通绑票的电话，可以吗？这种话，绑票电话，你绑了钟瑶，你绑了，认真的咒骂一个女人好了。好。哇，这个会出事吧？绑票、啊，你自己不是想要演的很坏？直播出去，然后全部都脏话。给你个情境，你又不要演。你选一个。看你是想要演，我现在 casting 我就是要演，对，他就是 casting。啊，你说咒骂女人的吗？对啊，就像咒骂一个女人，骂了男的，这很坏哎、欸，这很坏、啊，坏的，跟绑票比起来好像不尊重女性的那种坏。我觉得还是绑。你想要绑票？你知道吗？因为你想要帮他讲出很多不能播的吗？对，打电话。好，现在电话哦，你绑票了。打电话。还是你要当接电话那个？你是接电话的哦。哎、欸，等一下，我突然想到，哎、欸，如果我演这一段，等一下他就要对着 Vicky 演一段。好，就是有一条龙在他前面，一直要咬他。OK， 我们不偏心。的话，我对 Vicky 演，好不好？我们配合。当然了。OK， 那你是什么角色？我就是一个白痴的家属。好啊，为什么要攻击家属？他是受害者，一直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女儿真的被绑架。对，你以为是诈骗集团，但他真的是绑匪。哇，这个戏好多，好深啊，好深啊！我们现场马上要演一个金马影展的戏，反正也快金马奖了。对哦，对，这是电话，这是电话，怎么样？你们要视讯？未来的科技，奇幻电影，奇幻的话应该是好、啊。好啊，好，我们小姐搞事情之绑票对不对？3、2、1 ，Action！ 嘟噜。喂，你好。请问是钟小姐吗？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姓钟呀？因为你女儿也姓钟，对吧？看来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好，没关系，反正。你等下，我姓钟，我女儿不会姓钟。哎，我跟你讲。对。跟我说，她是冠妈妈的姓。好。冠母姓。我现在在忙，真是不好意思。因为你女儿现在在我这里，对，她感觉，对，我不相信你叫她来听电话。喂，妈，我在一个怪叔叔家，而且他都不让我吃饭，妈，救我！妈，我今天早上不是还好的吗？我不知道，因为你叫我要穿那个名牌的鞋子出门。哎呦，那你说。好啊，看到这个样子没有啊？是不是不认得自己女儿？因为她已经被我弄成这个样子了。哎呀，我没赢啊，我要挂电话了。OK， 那他就交给我了。太好了，我这个女儿早就想把你扔了。没问题，这么大的家都嫁不出去，把你扔了。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赔钱货，赔钱货，赔钱货的嘞。我们说好的保险，我拿4000就好了。你也没有开价，拿什么4000？这不是我们一直都说好了。现在又说好，好无聊啊。据点王。哎，一直都是据点王啊！而且你刚刚真的不够坏啊！对呀、啊，哪里、啊？你一直在奸笑。我等一下，我有疑问哦。什么疑问？就是呢，这东西不就是要北韩吗？不然你们那么认真认真演吗？被我傻的。好啦好啦，对，好玩就好，好哦。耶、yeah, ，谢谢我们子豪还有钟瑶。接下来要来进行就是我们这节目非常厉害的单元，就是小姐测谎机，因为子豪有试过了嘛，
你要不要跟钟瑶讲大概是什么感觉？真的东西不管怎样，它就是会电你。没有，我们认真是测谎机，只要你不说谎就没事，好吗？ OK。我觉得小月一直在那个捏把冷。没有。这是一个。来，我们首先放上来，真的，对不对？不会不会，它其实真的有时候会过，真的不会电。我觉得是良心问题。真的吗？对，其实测试了也不会电，这只是测试哦。好哦，网友们，你们现在也可以开始想，你们想要问紫瞳钟瑶什么问题，我们等一下会帮你们问哦。好，测试完了哈 ，OK。这真的可以测试。好，第一题，请问你们觉得对方好相处吗？还 OK 啦。哎，怎么讲？怎么讲？按这个不是吗？啊哈哈，再按一次。啊，十秒测试，十秒测试，测试测试，再按一次嘛。好，没事没事没事。好，第一题，觉得对方好相处吗？不可怕，不可怕。OK 的，一个 OK， 一个不好相好吗？好相处，好相处。有没有人在说谎呢？他这音乐就是会特别。哎，过了，你看你过了。哎、欸，我被这个搞得很。哎，为什么你那么久？哎，宕机宕机。哇。你的脉搏，你的脉搏，他测不到，你要贴着，你要贴着。奇异的事。你要贴着哦。因为你不贴着的话，他测不到。测不到你的脉搏，好，不要怕，不要怕。哎，你看你过啦。都是戏剧效果。猜人家台。所以你说还可以。我说还 OK 啊。可是我感觉他感觉是很好相处的啊，还可以，感觉好像有点不满。我说还 OK 不是？哦，还 OK， 还 OK， OK， 好，继续哦，第二题哦。他的也过了。对，哎，因为就刚有点宕机。好，第二题，你是有大头症的人吗？贴紧，贴紧。大头症。贴紧贴紧，我帮你绑安全带，是不是 ？I'm not， no， 过了又过了，哎、欸、哎、欸，没有电啊。这个啊了，代表好。OK， 再测一次好不好？那到底有没有可信度啊？这样就对了。娱乐度，娱乐度。这题这题你要不要再测试？因为刚刚有点坏掉。OK， 来哦。你说你是有大头症人吗？没有，没有，没有，会过吗？会过吗？你搞得我很紧张，是不是很紧张呢？哎、欸，我贴很紧哎。有有有，哎、欸，过了、哦，两个人都过了，哎、欸，你们怎么这次诚实成这样？好想看到你们惊恐哦。你们两个是要上这个节目来之前，我们就就是算好了。是心跳都有，就是因为其他只要你心跳有点加快。哎、欸，你是不是有教他什么小秘诀啊？而且你很冷静，就没事。好，第三题哦，这题很妙。请问你觉得对方有口臭吗？你可以说谎吗？对啊，你可以说谎。没有，没有。那可以说谎吗？嗯，你说谎就会被电啊。又过了。这个有考验演技。今天怎么了？太稳了。你们两个太稳了啦。三吗？哎，两个都说。哎，你干嘛猜不行啊？不是，因为今天怎么傻眼两个都稳成这样？我傻眼，我傻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猜的不紧了。很电吗？他其实就是会吓到一下子。不好意思，我差点要把我们的布景给拆了，把它移回来一点。好的，没事没事。好，我们进入到第四题，现在目前三题都没事哦，是破快破我们节目记录了。第四题，这题目有点长，我先念。哦，是他。来哦。他慧茹在线上。哎，慧茹姐在线上吗？嗨。好哦，如果对这题否那个我们的。钟瑶，如果有一天小乐、吴思贤跟紫红都掉到水里，会先救谁？为什么没有错？小乐、吴思贤还有 Sam 紫红。小乐。哦 ，Sam 紫红。小乐。哎、欸，直接讲小乐、哦。差不多紫红。对。好，不要说谎。啊！又过了。因为你水性那么好。啊、哦，所以他不会游泳啊、哦。我不知道会不会，是重点。就应该哦，是因为紫红很会游泳，对不 对, 对？你是那种什么事都会的吗？嗯啊。你是那种什么？哎，这里是可以关心一点吗？太放松了吧。
不要打。刚刚是不是在点等外卖还是什么的？我不要打，帮你敲两下。好啊，接下来是紫红限定题。他会救我，又难过。啊，怎么办？有点难过。他走心了。来哦，换你的题目。那如果有一天，叶星辰跟钟瑶被狗追，是认真的那种最可怕的狗，会咬断脚那种。你要先救谁？请说。我吹比较长，那很可惜。我当然先救钟瑶。啊！电死他！电死他！东西东西。啊！电了！在说谎吗？啊！我们还治不住你。叶星辰，你听到了吗？那个狗是我放的。所以你其实你刚刚想说我要救另外一个，对不对？没有，其实我是要救钟瑶、啊。那怎么办？啊、那叶星辰被咬死没关系吗？就是一个是过去，是一个未来。啊、哦！怎么这样子？好，但是你刚刚听他说会救你，有小开心吗？我觉得他一定在说谎。好，就被抓到了。叶星辰很壮。他有很壮吗？很壮，看起来就很不行。他现在如果看不出来，想说你不救我就算，还说我很壮。观众也是，他也不会看到。好好，第哦，接下来第六题了，来手再放上来，两个人一起回答。私底下会想约对方出去吗？想约还是会约？会不会约出去？可以啊。是 OK 啊，可是目前好像没有。哎、欸，好晚，我们这机器有史以来就是最没电的一次，哎、欸，目前才一次电了，而且你还都没有被电过，好想电到他哦，好没有成就感，你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制作单位每次这一趴都在期待艺人被电个乱七八糟，他们今天有气无力，现在还有两题，粉丝们现在可以开始，粉丝们现在可以帮我们想一个题目哦，你们想要问紫红跟钟瑶什么问题哦，我们等一下看到可以帮你们问，来第七题，请问好小，是我们声音好小啊、哦，真的吗？是吗？这样可以吗 ？Test one two one two， 嘿、hey ，紫红跟哦对，有人写，好、哦、来哦，第七题，请问。未来还会想跟对方合作吗？当然会啊，会，一定会。两个都说会哦。第一次听到这样。电死他们！电电电电电！哎，紫红被电了！你真的很惨。你为什么要说谎？你好，怎么这样？好表面功夫哦。真的？你到底想不想跟我合作？哎、欸，你这个瘦 是我看过最心虚的那种哎、欸。我很无奈，因为上一次来我不管讲谁，而且我上一次来有试过两个答案嘛，就 maybe 像可能就叶星辰还是钟瑶这样子，然后我第一个讲说好，我可能第一个讲钟瑶我还是被电，然后第二个讲叶星辰我还是被电。李由博啊，对啊，李由博，你看你刚刚说想结果就被电啦。好，你怎么解释？就是这个机器怎么修？他帮我说你修理他。好了，来哦，第八题哦。等一下，粉丝说想问钟瑶，粉丝对你做过最感人的事哦。好，我们等一下来问这题，我们先来问我们这边的第八题，会想要再来？哎，来来来，会想要再来小姐搞事情吗？这个修好钱，我就不会来。他没有坏掉啊。好，如果他电我，我就不来了。真的，钟瑶今天是、哦、MVP 哎、欸，看钟瑶，对，哇，哎、欸，你真的很稳，就是我会再来呀，太稳了，你在扛出你的心跳哎、欸，你真的不来了是不是？紫红，哎、欸，有人问紫红未来会想当导演吗？来，我们请紫红就位，粉丝想知道，这个样子回答，对。请问紫红未来会想当导演吗？本来入行就是因为想当导演。哎、欸，真的吗？是吗？真的、啊。就是为了想当导演。对。哇哦，那这个粉丝可能是因为知道才问。过了，有没有？好，那我们再来问钟瑶，刚刚粉丝有问，请问你。继续找。不要这样子，我们预算不多。没问题，粉丝最大。哎、欸。无所谓，赔钱。对，真的。好，那我们来问钟瑶，粉丝对你做过最感人的事是什么呢？嗯，粉丝会帮我去做公益耶。啊？他们会揪团，就其他不认识的粉丝一起去进滩进海。
好感人哦。然后用我的名义去捐钱给流浪动物之家啊。然后这样我们还想要电你。真的，我觉得太棒了。哎，这个很感人哎，所以他们就会帮你。我被电可能的确是因为我回想觉得很。又过了，好。我是等一下，我是没有心跳，是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来宾一次都没被电过，你是我们2018年小姐保释期换机器，非常好，对对对对对。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哎，凭什么？对对，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如果叶星辰看钟瑶被狗追，好，来，再问你一次，如果叶星辰跟钟瑶被狗追，你要救谁？我是救钟瑶。哎，没有换答案，一样说钟瑶哦。会不会换了就被还是被电呢？噔噔噔噔噔噔！哎！证明这一台没有坏掉，是我们钟瑶真的都过了。好，子宏没事，没事的。噔噔，我们这故事告诉我们上节目要三思啊。怎么这样？好，恭喜你们通过我们今天的小姐测谎机的考验。接下来呢，你知道一个厉害的演员呢，背台词、念台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就要让大家来挑战绕口令。为什么呢？今天准备的绕口令，我说真的还蛮难的。然后呢？对，要清晰，而且呢，就是要让观众们听懂，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要让他们大家听得到每个字在讲什么。首先第一题，主持人就不示范了。好，那我们哪一个先来呢？哎，我跟你讲，那子宏在里面的角色，他是一个很爱写写量的人，挖手机，所以他其实一直不停的在叽里呱叽里呱，真的假的？其实在里面好多的台词是不停的在那边很饶舌，很饶舌，所以他是这方面的翘楚。应该是没问题。我不懂，我在帮你。我以为你想要让我先出球。好，谁要先来呢？那是钟瑶先来。钟瑶先来吗？哎，我要秒数，因为我们这一个关卡是说呢，而且会有惩罚哦，就是如果谁的秒数比较少的话，就赢了。OK。好，我们每个人都要讲。所以是一题一题来吗 ？OK， 好。来哦，然后我会记秒数这样子。首先，我们的钟瑶同学要来挑战的第一题是单杠系列，预备备，请开始。单杠当单杠，钢蛋当钢蛋，单杠当钢蛋。六秒钟，很棒。不是错了就重来的。哎，错了要重来吗？那所以现在要重来吗 ？OK OK， 不好意思，那我们再重来一次了。来，我们的钟瑶同学再来一次，预备备，开始。单杠当单杠，钢蛋当钢蛋，单杠。当钢蛋，拍手，拍手，5秒40，很厉害耶！好，接下来有我们的子宏同学，听说他饶舌很厉害，预备备，开始。单杠当钢单杠。等一下，等一下，你念错，我要再来一次。单杠当。等一下，等一下，预备备，开始。单杠当钢蛋。完蛋了，你给他讲成这样。对啊，那我压力很大。好，我们子宏再一次开始。单杠当单杠，钢蛋当钢蛋，单杠当钢蛋。停，哎、嗯欸，其实也不错，5秒72。哎、欸，刚刚他是5秒40，所以现在目前他略胜一筹，赢一点点。好，第二题，这个也是大家常常看到题目，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飞机坠机，灰机归西。哦，好，我想听小优说第一个。对啊。好的。来。单杠荡单杠，钢杠荡。很难哎、欸，第一个真的很难哎。单杠荡单，好，算了，第二题。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来，我们那现在换子宏先发好了，来，我们男生先来，预备备，开始。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飞机坠机，灰机归西。嘿，哦，一次 OK 哦，4秒05，接下来我们钟瑶同学预备备，请开始。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飞机坠机，灰机归西。哦，3秒95，超强！你是4秒05。再给我一次机会，再来。10秒。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有加赛，来，子宏同学预备，请开始。抱
抱着飞机上飞机，飞机起飞，飞机要飞，飞机飞机飞机。哦，3秒06，哇！你要不要上树？这跟去打麻将一样，你要不要上树？ Okay, 我们公平好不好？来，来，钟瑶同学预备开始。抱着飞机上飞机，飞机起飞，飞机要飞，飞机坠机，飞机坠机。你刚飞飞讲两次哦。没有哦。2秒86，哇！原来这关这么好玩，是不是？好的，接下来的各位同学，我们要进入到第三题了哦。第三题的题目是，请帮我们滑往下。蒋家杨，杨家强，蒋家杨撞倒了杨，撞倒了杨家强，杨家强压死了蒋家杨，杨家要蒋家赔偿，蒋家要杨家赔杨。他是比较老，就是会你要想一下就是了。好，来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钟瑶来发球喽，于北北，开始。蒋家杨，杨家强，蒋家杨撞倒了杨家强，杨家强压死了杨家杨，杨家要蒋家赔偿，蒋家要杨家赔杨。你讲了两次。刚刚好像念错了。好，再一次。再一次哦，我们很严格的，来，准备，开始。蒋家杨，杨家强，蒋家杨撞倒了杨家强，杨家强压死了杨家。杨，蒋家杨，不好意思，再一个哦，来哦，第三次了，预备，开始。蒋家杨，杨家强，蒋家杨撞倒杨家强，杨家强压死蒋家杨，杨家要蒋家赔偿，蒋家要杨家赔偿。好，8秒15，这个字体比较难，8秒15。接下来我们的紫红会不会在这一关赶上呢？于北北，等一下，开始。蒋家杨，杨家强，蒋家杨撞倒杨家强，杨家强要死蒋家杨，杨家要蒋家赔偿，蒋家要杨家赔偿。哇！杨家杨压死蒋家杨。好、哎、呀，大会大会、哎，大会有抓到吗？再一次啊！好，来我们那个紫红也接受挑战，第二次预备开始。蒋家杨，杨家强，蒋家杨撞倒杨家强，杨家强压死了蒋家杨，杨家要蒋家赔偿，蒋家要杨家赔偿。哇！6秒55，哎，很强哎、欸，紫红现在后来居上，因为刚刚前面两关是钟瑶略胜一筹，但现在后来居上。啊、让你。最后一题，由于题目太难，我就不试念了。啊？帮我们字加大一点。题目很长。好哦。接下来最后一关来关系着谁会喝到苦茶呢？我告诉你们，我们的苦茶认真苦，其实不用那么大，再小一点，这样子塞，而且绝对不会给你们就是鲜渣糖，很狠，对，小一点好了。好，东边的大婆婆系列，这一个系列很长哦，但是你要想着很快速度念完，又不要念错。所以接下来由我们的紫红先来哈。嗯，是我吗？对呀、啊，因为刚刚是钟瑶先啊，现在换你先。来哦，先把我们的苦茶热腾腾端上来。好了，喝苦茶了。哎、欸，这真的是很大杯哎、欸，而且好像你还没有稀释。其实输给你我没有关系，我都可以。可以退火 ，OK。来，第四题，东边大婆婆系列，先紫红先发，预备，开始。东边大婆婆之家有一只白头鼻大白猫，西边二婆婆家也有一只白头鼻大白猫。等一下，你刚刚讲白头鼻。好是啊。好。白头鼻是白头粉刺嘛？好来，预备，开始。东边大婆婆之家有一只白鼻头大白猫，西边二婆婆家也有一只白鼻头大白猫。一天，东边大婆婆家的白鼻头大白猫和西边二婆婆家的白鼻头大白猫相打，也不晓得东边大婆婆家的白鼻头大白猫赢的呢，还是西边二婆婆家的白鼻头大白猫赢的呢？嘿，哦，其实也不错，17秒13。接下来由我们的钟瑶先咯，其实只要念的稍微快点，感觉就会获胜。来哦，预备备，开始。东边大婆婆之家有一只白鼻头大白猫，二边。西边二婆婆，好，第二次发球，开始。东边大婆婆之家有一只白鼻头大白猫，西边二婆婆家有一只白鼻头大白猫。一天，东边大婆婆家的白鼻头大白猫和西边二婆婆家的白鼻头大白猫相打，也不晓得东边大婆婆家的白鼻头大白猫赢的呢，还是西边二婆婆家的白鼻头大白猫赢的。嘿，16秒27，是赢的，不是呢？赢的，是赢的。嘿、hey, ，其实我大概这样看一下，好像是钟瑶赢哎，因为前面两关都有一秒，你们有记嘛？对不对？对，一小口。总计下来呢？给我喝了。哎、欸，已经在喝了。怎么自己 Q 自己？我的天哪、啊，他好渴，他好渴。没有 Q 到。没有 Q 到，没有 Q 到。哎、欸，好了好了，原来你们有这么渴吗？哎、欸，可以
感情很好哎、欸，对啊，好啦，谢谢我们的子红来接受惩罚，来来来，我们没有这么残忍的，因为啊，什么东西？因为太怕你不来，不再来我们节目了，快点。这是什么？就是他的鲜渣糖。哦、OK。我眼睛整个涨红。这其实也是帮你们退退火，因为拍戏很累嘛。你有吗？有。好好好。好的，两位呢都接受我们的挑战之后呢，接下来呢就要来进行我们的 call in 时间啦。有很多粉丝呢这次都很想要跟你们面对面讲话呢，所以我们现在要来 call in 啦。来，粉丝们，你们在线上了吗？好，在这个同时，我们先来提醒大家，等一下我们就会抽出 IG 的这个两只熊熊，记得现在还没有在我们 IG 下面留言的，记得帮我们 hashtag 通关密语， FB 会抽拍一得三张，所以也记得请到我们的 FB tag 两个好朋友，然后跟我们 hashtag 就是我们的艾蜜莉的五件事，等一下就会抽出三张签名的拍立得哦。好，接下来说怎样怎样手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留言，看一下留言，看一下留言。今天其实很多留言在跑，但是我们刚刚玩游戏玩得太开心了。看一下哦，好像有看到一个留给子红的。真的吗？什么？你生气的时候会打人吗？对对对，要不要来考这一题？这一题吗？你要不要可以吗？他是说应该是你有曾经生气打过人吗？嗯，有。有，好真实哦。什么时候啊？很年轻的时候。多年轻，这台是换过的对不对？刚刚换过的对不对？换过了，换过了。好，刚刚那个有一个网友你问的问题，我们现在钟瑶帮你问上。好过，请问你生气的时候有打过人吗？有。好，然后就有说电我这样，但我在假凶。他是承认了，他这还是说谎，我只能说这个机器。就是想惩罚你啊，又被电了。其实就是想惩罚。有人说你很 man， 子红超棒的。你们刚刚在喝那个苦茶那段，大家说你们很 man。好哦，现在线上有人了吗？这么快？哇，是我们的小郑呗。你好。哎，是我的粉丝。你现在在线上？你叫什么名字？我们的小美女。嗨，菲菲。是菲菲吗？嗯。菲菲，你现在收看的是什么节目？弄直的。我有看到。菲菲，你现在收看的是什么节目呢？就没看到他们哎。对，因为他没看到我们。好。那红是几号？那菲菲没关系，你先听声音。你现在是不是在楼下？他是不是听不到我们声音啊？但我们看得还蛮清楚。对，我们看得很清楚。耶、yeah, ，听到了！你现在是的，是的，你现在在我们的 call in 线上，请问一下，你们现在那边有几个人呐、啊？你们那边有几个人呐、啊？好像慢一点。我们这边有几个人？有四个人吗？你们在楼下吗？对。你们在等谁？哇！马上认出你耶！对啊，很有像。好，那你有要跟钟瑶说什么？现在给你二十秒。是的。哦，会累的。底累这么严重？对对对，直播会累。好，请问一下，你要跟钟瑶说什么呢？你听我的声音，不要听播出。你听我的声音，你想跟钟瑶说什么？好强哥哥，对，现在跟你说，快点。哇，好可爱哦。然后呢，子红问你的口红是什么色号的？因为很漂亮。哦，因为外面太吵。好好好，因为你们那边有点太吵了，不好意思。子红想问，口红是哪一色号？子红想问你，口红是什么色号的？你留言要不要按照最新的？口红色号我不知道，是桃红色的耶。好可爱，好可爱哦。好好，那好，谢谢那个我们谢谢你哦。那你在楼下不要感冒了，好不好 ？OK。谢谢你们。好，拜拜。谢谢，拜拜。他们感觉很早就来了。真的吗？对，拜拜。请问
们知道。好哦，接下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哎，你都认得他们是不是？在旁边。对，他们是还蛮频繁会遇到的。会遇到。那谁？他们是有个团体叫跟屁虫吗？他们叫遥控。遥控。他们就是会去做很多公益活动。哦，就是他们吗？关怀社会很多那种偏乡地区小朋友需要帮助，他们真的会过去。然后为了比如说像我们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演唱会，他们会特别自己再去听演唱会，然后去支持。好感人哦！天哪，很棒，很有爱心的粉丝，谢谢你们。好哦，接下来下一位粉丝呢，也在我们的线上了吗？正在拨打中。好，这个时候要跟大家提醒，赶快到我们的 FB 留言，因为呢，等一下就要抽拍立得三张了。好，看一下，请问喝酒是海量吗？是问谁？艾薇丽在线上。谁？那个欧阳伦在线上。欧阳伦演我弟弟的。嘿 ，Hello，Hello。哎，有人进来了。你们两个拍戏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心动过？曾经心动过。哦。我觉得我们现在戏还没走到，就是会要到那个很 close up 的阶段。但是我是说真的，我每一次在拍戏的时候，面对另外一个必须爱的角色，我其实是真的会在过程中会爱上的。真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下戏就下戏了。哦，所以当下真的会有，真的会有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对，我很用真感情在演戏的人。接下来这位叫什么呢？是很欠电。哈？萌萌的大头贴也太萌了吧！萌，哦，很猛的萌。哦，梦，好，梦，好哦，梦现在在我们的线，哎，好哦，等他接听。梦，你不要再挂我们电话了。这些画面感觉是已经截取了，但他刚刚又挂了。Okay. 好哦，在这个时候来工商服务一下呢，就是我们的微秀影城。现在如果你去看电影呢，它有个套餐。如果你去看《怪兽与葛林戴华德的罪行》呢，点 B 套餐，它现在就会送这个可爱的玻璃兽。你们有去看那个第一集吗？就刚刚有预告那个，有看第一集，第二集呢就是快要上映了。然后如果你去微秀影城呢，点套餐就会送这个哦。他的 Facebook。 好，我们现在再接听，再拨打下一个粉丝的电话。好，因为现在电话正在拨，哎，通了。嗨，你好，你在家里耶？嗨。画面好大。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Hello。他是不知道接通了。声音。Hello， 你叫什么名字？同学。Who are you？ 他现在呈现一个在对镜头撒笑的阶段。你们还应该看到底有没有接通吗？对，而且他荧幕好大哦，他在用电脑。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他那个应该是电脑。对，应该是电脑的那个 webcam。哎，嗨。试一下，现在。你现在收看是什么节目？伟丽来。可以叫他用电脑喇叭放，不要用耳机。哎，忘了。听不到你的声音，同学，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他们都是 take 艾米的午间时，而不是 take 那个千年岛。FB 的话是 tag 午间时，然后 IG 是 tag 刚刚那个你们出的题目。同学，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哎，你要不要把耳机拔掉？我感觉是刚那个。耳机接到电脑、啊，请问，请把你的耳机接到电脑，要不然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哦。讨厌粉丝做什么？讨厌粉丝做什么？下10秒，我们就要挂掉接下一通喽。10、9、8、7、6、5、4、3、2、1，拜拜。你是看到熟人在留言吗？嗯，没有，是粉丝。很多粉丝在留言。喝酒海量吗？我不喝酒。他不喝酒。那我们中瑶是海量的吗？啊，以前是海量啊，现在你谦虚了，你谦虚了。这种男生就有男生的。哎，最大声。哦，我们现在线上这位，你叫什么名字？我是梦梦。哦，你就是梦梦。你好，你现在收看是什么节目？小姐搞事情。耶、yeah! ！这个很顺。你今天想跟谁说话呢？我要跟想跟子豪说话。子豪，好的，给你20秒时间，请说。啊，天啊，好。这个，对，你跟这边打招呼。那怎么说？就是对面。我很想就是跟你互动时间错过，其实真的很想要去看你。真的、啊。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常去找你。
好啊，好啊，我们之后会办粉丝见面会哦。默默是哪里人啊？希望12月1号在新竹看到你。有活动。有活动。但我们票买不到。什么？哎、欸，我们艾米丽之后会办粉丝见面会。哎、欸，他说有那个粉丝见面会。哦，我开玩笑。啊哈哈哈哈！打屁股哎、欸。那那个刚刚我们总导有问你是哪里人呐、啊？是哪里人？哪里？哪里人？我是。台北人哦，台北人，台北人。那11月24号你会看哪一台？会看台视。台视。是啊是啊，不是三立是台视啊。台视，好不好？看过三立吗？念一次，念一次，念一次，你念一次。台视。子彤现在叫你念出播出时间。一起念，我们一起念。来，一起念好不好？没事，我们一起念来。来，是11月24号，每周六晚间10点。好，因为我们会 delay 啦。OK。好，记得哦。好，24号。东森状态也会有。11月24号。有啊，现在在念。还有嘞。每周六晚间10点。是的。道歉，不要道歉。好啦，是台视，是台视，谢谢梦梦。那你为什么要一直抱着那只兔子？小小爱，爱你哦。那你那只兔子有叫什么名字？你那只兔子叫什么名字？因为它很可爱。好可爱哦。好，我知道你很紧张，谢谢你哦，谢谢子彤，也谢谢你。他好像没有直接。哦，好嘞。好啦，谢谢你，拜拜。你的粉丝算紧张，但是也就是蛮可爱的。真的蛮可爱的。一想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哎、欸，他们每次都喜欢在那个留言上面可能呛我什么，然后遇到我又开始。哈哈哈哈哈。他的粉丝还跑到我这边留言说，你怎么没有黑子红？你们没有欺负子红？我们要多看子红一些丑照。所以子彤的粉丝喜欢霸凌你，但看到你的时候又觉得，那个，对，他们是这是什么相处模式啊？好特别啊！攻击式，还是他们觉得那样子你比较会注意到？嗯，其实我一直跟粉丝相处都是很直接哦，我也喜欢跟他们开玩笑，我也喜欢他们跟我开玩笑，就像妈吉这样子，很直接，哇哦，很像朋友。对，下一通电话啊，有人跟你打招呼哎，有吗？有吗？嗨，你好。黄淑英你好哦，是黄淑英黄佩英啊，黄淑英 Hello 线上现在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叫朋友，下一通电话我吗？对，就是你。好可爱哦。你叫什么名字？ Erin。 Erin， 你今天想跟谁说话呀？你那个播的关小声一点。比较仪式感。对，你现在就像我在跟你讲电话，你先看我们这边好不好？好。好，你今天想跟谁说话嘞？周碧瑶。好哦，请说，请说。Hello Eric。虽然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我会一直支持你。哇，好可爱哦。Eric， 他就是 Eric。那你现在有10秒钟可以自我介绍自己，让钟瑶认识你。我要说什么？我在。来准备了，来了来了，现在是跟你的大偶像的自我介绍时间，加油，预备备，开始。我是 Eric， 然后我是台北人，然后。什么星座？我从替身就开始注意你。哦，谢谢。哇。5秒。还有5秒。5, 4, 最喜欢钟瑶的什么？ 2。你最喜欢钟瑶的什么？我最喜欢，就是他很有自信的样子。哦、oh, ，OK。那你对钟瑶认识有多深呢？我们来考考你。好。钟瑶生日，请说。7月30日。哇、oh, ，好爱哦！钟瑶的脚多大？哈哈哈哈哈！真的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哈钟瑶几公分？身高？应该比我高了。好了好了，不要。
要闹你了。好，谢谢你支持哦，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Eric， 拜拜。那记得十一月二十四号看什么？好，十一月二十四号看什么？来，叫什么名字？艾米丽的五件事。好的，谢谢 Eric。啊？啊，你有没有？因为我们刚刚都在问你哦，你有没有最后要跟钟瑶讲什么？我们再给你五秒。嗯，我很喜欢你，我也一起支持你。哇，好哦，谢谢。人生也会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好，谢谢你 ，Eric， 拜拜。拜拜。哇，虽然他很害羞，但他把想对你讲的都说出来了。嗯。是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要来抽大奖了。首先来抽 FB 的好吗？来，帮我们划一下。要抽三张的这个拍立得，紫红先抽好了。好。有 tag 人的，然后还有 tag 那个，就是艾米丽的五件事，抽那几个。然后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名字就念出来。噔噔噔噔，他可以得到你们的签名配的哦。有办法把那个留言区拉大？有办法看多一点吗？好，太好了，所以放得很。哈哈哈！近视吗？没有。哎，哪一个？没有啊，那个又是收音师。哇，收音师都来看了，你好。我是他学弟。哦，学长好。来哦，继续滑，继续滑，你想要抽谁呢？头多大？哎，你看你的那个，你的粉丝还在跟屁虫永远爱你。对哦，黑凯真。紫红衣服尺寸多少？在这里问吗？175是谁啊？应该是你吧？没有，他刚问身高。170。你170吗？嗯。哦。不是变大，是拉宽。好。好哦。没关系，我们用随机这样子拉下来听。好，帮他随机来帮我们滑。你滑，然后你就喊停。来哦来哦来哦，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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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说停吗？嗯、那我也闭眼睛。好，哎，你们两个都闭是不是？停。停。好，恭喜张云真，你 tag 了布布跟孔刘，你朋友是孔刘啊。哇，你好发现哦。哇。好，张云真，这个是简体吗？你是住哪里啊？好哦，恭喜你达到我们的拍立得，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那我们一起。好。一起来一起。一。好多人想要哦。抽我，抽我。停。好，黄湘婷，因为他有 tag 朋友，恭喜你黄湘婷，他说紫红选我选我，恭喜你拿到我们的拍立得。最后我们要来抽 Instagram 的两个熊熊，那我们就一人按一个，在你们喜欢的后面按爱心，他就是幸运的得主了。好，在他们两位选人同时，我要来爆榜啦，帮我拉到爆榜。微笑影城票房哈烧网的十一月五号到十一月十一号呢，前五名有谁呢？第五名就是波西米亚狂想曲，第四名的话是一个巨星的诞生，非常感人。第三名呢是谁先爱上他的，邱泽饰演的。第二名呢是大君主行动，第一名就是潜艇猎杀令，很好看哦，请大家呢有空到戏院呢多多看电影。那刚刚有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玻璃兽，如果你买套餐的话呢，就是因为接下来有个新的电影叫做《怪兽与葛林戴华德的罪行》呢，只要你买套餐就会送这个玻璃兽的熊熊哦。好，抽出来了吗？我们是用这样子碰碰，嗯，抽完了吗？好，两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呢。是不是应该要剪指甲啦？你不要管，你的指甲颜色那么脏，还敢说我？怎么像小情侣互动？来，得奖的是我们之间三岁与四岁的这一位。因为他名字很长，就不念了。因为你会发现你被我们按了爱心，然后还有一位是，这位是 J In Chu， 对 J In Chu 嘛。好，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可爱的熊熊，那我们会随机寄出。今天呢也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我们的钟瑶，还有我们的紫红一起来宣传这部新戏。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嗨，谢谢小优，今天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啦。
艾瑞的五件事在我一年我一年大概只会拍一部偶像剧，对，大部分都是在年底的时间，然后因为我自己也蛮挑剧本的，嗯，然后那时候我知道对手戏是林子闳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对你认识不多，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也很开心。哇，虽然我现在活着吗？不是那种真的，对，然后我真的我觉得跟子闳两个人演戏真的有很多的火花，所以我觉得很让我觉得很 surprise 很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大家一样一定也很喜欢暧昧的五件事，会看到我们很努力一起共同一起创作，嗯，这两个角色一定很好看，我觉得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我当时推荐姐的时代是一样，没错，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讲的是说其实很多东西是原本剧本上没有的，就很像很多真的好莱坞的喜剧或者是一些比较很即兴的表演一样，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现场临时就是玩出来的哦、真的，所以这种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设定的，所以我觉得这种非常自然的东西，然后非常生活，然后而且重点是有趣有默契的东西，如果你们想要看然后想要有这种轻松之中欢笑之中但是让你了解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还有每个阶段所该重视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看。是的，一定要支持我们艾米的五件事。好，我讲一个，我讲一个很老实的话，就是这个我自己会看。哇，因为我是一个其实我不太会看自己的。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汤姆汉克也是这样，不要惊讶。OK， 还把汤姆汉克拉下来，好像跟他很熟一样。好、哦，请大家支持一下艾米的五件事，在11月24号的晚上10点，台视敬请支持哦，谢谢两位。我们下次搞事情喽，小姐不搞大事情，小姐只搞小事情，拜拜，再见。小姐只搞大事情，你打屁呀、啊！你真打他，剪指甲。